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暗美联九龙站 Jessie， 今天为你们介绍人日居笋租盘，这间三房性价比高，一起参观一下先。这里是洋日居三座中层私室，实用面积794尺，三房一套的间隔。虽然有少少钻石型的客饭厅，但是都既宽敞实用。而走廊是属于卧室的区域，左手边第一间已经翻新了的客厕，备有明窗，有浴缸。而右手边是第一间睡房，厅房同向的间隔，采光度都几高。另外，虽然有少少的角位，但是运用窗台的位置都可以增加空间感和实用性。而第二间睡房较为方正，由于有角窗，所以采光度比头先嗰间同客厅都更为广阔。而主人套房的浴室有大企缸、明窗之外，都保养得非常之干净。而主人套房里面已经有个床架，而门口旁边的斜角位都可以放个大衣柜。最后睇翻大门左手边的厨房，呢度炉具家电齐备，星盘仲翻新过，非常之新净。最近翻新过的三房单位都几受欢迎，如果对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Jessie 红颜情约睇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